耶！翻嚟菊花台啦呀！喂，今日咧突然間咧，頭先諗起一啲好笑嘅嘢。嗯，係咩？就係咩咧？究竟咧，女搞嘢嘅時候咧，咪用手指嘅？嗯。跟住咪有啲嗰啲叫咩啊？指交叫指交啦嚇。跟住有啲套啊嘛。嚇！嗰啲套咧。一定能不能够用 condom 来代替的 condom 是啊，咁鬼大，除非你几只手指凹晒落去啦，又唔啱咯。咁我喺度疑惑过，究竟系咪又用一啲叫做人哋咧有啲手唔止啊？系或者写黑板用粉笔，啲老师戴住只手指都好粗好厚噶嘛？嗰啲家品店有得卖啊？系咪用嗰啲嘅咧？梗系唔系啦。咁究竟系咩嚟嘅咧？其实世界上咧系有一样叫做 finger 啊，即系 finger 同 condom 嘅混合啦，就叫 finger。但系咧香港真系好少有得买噶，发觉，因为呢一样嘢咧系台湾人发明嘅。其實佢唔係發明咗好耐嘅，就喺2010年咧發明嘅，好得意喎。原來幾年嘅啫喎。係啊，所以其實香港人對呢一樣嘢咧都唔係好熟悉啊，包括我啦，包括我身邊嘅 TB 咧，都唔係好會用呢一樣嘢嘅。因為其實唔係咁普及啊。係啊。即係唔係咁容易買到喺 Seven 就買到。係啊，你即係大家都話買 condom 嘅啫嘛，你幾時有會聽過人哋話買 finger 咩？但係咧。好得意！我好多年前，即係都六七年前啦，嗰陣咧有個 friend 去台灣，去完台灣旅行，佢又買一手信俾我啦，咁啊買咗呢個 finger 俾我，跟住總之我哋就笑咗啦。係啊，其實台灣係好多地方都有得賣嘅，跟住咧咁佢又買俾我啦，跟住叫我用喎。咁跟住我好啦，咁咪試一次咯。跟住我想知道個感覺係點樣呢？你會覺得咪先？你用嗰次係幫人用啊，定係自用啊，定係點先？幫人用嘅，但係咧，你真係覺得好怪嘅個感覺，因為咧，你唔通凹曬咁多隻手指咩？即係因為佢係即係一碌碌同 condom 一樣，但係咁佢就幼啲啦，咁就咁凹落去啦。咁但係好多時。你不會預計到自己用一隻手指，係啦，用幾多隻手指同埋用幾多隻手指去玩噶嘛？咁你冇理由即係前期摸下，跟住喂等陣先，我要帶轉一轉帶洗氹先。即係你諗下，你帶 condom 你都係一碌嘢嘟咁樣就滑咗上去啦。但係指度係你等等先，我要逐隻粒上去粒上去，同埋好多嘢，即係佢以前咧就得一個 size 嘅啫。咁就鬆鬆地嘅，即係唔夠貼啊！跟住即係我啲手指又短啦，又肥嘟嘟啦，咁你會覺得係攪嘅，即係佢有啲鬆嘅，係啦，即係有少少鬆，容易漏咗入面，會甩出嚟嘅，即係攣線啊嘛，係啦，會好線。咁所以我係玩過一次之後，我就冇再用呢個嘢啦。所以之後其實都係洗乾淨隻手先至咩啦。咁其實如果代替品用嗰啲手術手套得唔得咧？我都其實真係其實得㗎。我諗都應該係咁嘅。一樣凹落去啫嘛。咩？佢嗰個發明嗰個人咧，其實係一個伯嚟嘅，好得意。呢個伯咧，佢真係一個普通嘅伯，佢係台灣咧一間做。電腦主機做電腦版的那些電子零件的經理，其實就不關事。即有一次咧，佢同佢老婆就睇緊 AV 喎，跟住睇下咧，兩個人就開始傾啦。其實咧，因為你啲女仔啊，或者啲男仔咧，因為台佢哋話台灣啲男仔咧好污糟啊，成日都唔洗手就搞嘢，係啦，好多污糟嘢喺度，所以咧佢哋就開始傾，不如發明一樣嘢戴喺手指度。咁就唔驚整有啲細菌去咗女方身體嗰度啦，咁跟住佢哋就發明呢一樣嘢，發明指套，但好得意，佢哋話咧，其實你指套未發明之前咧，台灣人咧已經暗馬底係會用嗰啲咩賣檳榔嗰啲套啊，即係佢哋賣檳榔，我唔知係。賣檳榔嘅時候，咪有啲係啦，會有個手套，佢哋戴住，然之後去攞個檳榔俾人定係。哦，因為染色驚嘅手。係啦，即係話佢哋話會用嗰個手套去代替指套嘅，咁但係係啦，所以佢哋就發明咗呢樣嘢。其實都好嘅指套，即係我覺得
令到大家係知道有多一樣嘢，感覺安心啲咯。嗱，不過咧呢個迷思亦都係我嘅，你我當未必係一定係 B 用㗎，係咪先 ？G 用都得㗎。係啊。咁如果個 G 整曬 gel 夾勁長，你明唔明？我覺得係唔得㗎 gel 夾。點算咧？所以就你整咗 gel 夾就一定要用紙鉗套啦。但香港真的暫時沒有得買的，大家去台灣那隻買多一點。還有如果你的伴侶她是整了 gel 夾這樣的，還黏了石頭，我不會溝條這樣的女兒，我接受，是不是接受不到的呢？這些都會不要說接不接受了，那她的指甲這麼長，她碰你，是啊，那她不是指甲會刮一下刮一下咯。剛才你說到一個好笑的，就是她不同長度的，我也有想過買來試試的。但是你講到不同長度，咦，是的，那我你玩的時候，你不是你啪啪啪的時候就要帶很多東西，又要帶 condom 啦，又要帶紙套啦，整身體，還有你們女生還有些你那塊膜，是，但我也沒試過用那塊膜的。那塊保鮮紙行不行？不行啊，保鮮紙是大家一個很荒謬的迷思，其實保鮮紙是會穿的。小時候那些人說拿個保鮮紙包住條醬，還要包幾層，是吧？捲捲捲捲，是不是焗死了他？因為剛才說到就是，如果買真的很煩喎，啊，因為你真的預計不到自己用哪隻手指，是不是？那你就是了，還要不知道左手還是右手呢？對啊，因為你累的嘛，要用這隻手，可能要用第二隻手，是啊，我要戴曬，好強，我來了，很強硬的裝備才可以做到的。不過我覺得是有趣的，因為譬如你說指膠，因為我們有冇指膠呢？等我諗下先，都有嘅。咁你都但係要咩咁？但係對男嚟講嚇嘅指膠咧，其實純粹係放鬆個肛門嘅啫。放鬆個肛門，哦，即係前戲嘅時候摸一下個肛門啊！我好老實講，我唔信，我唔信兩條仔佢一定會有指交呢個行為先啦。其實係前戲啦，我唔信佢搞完你之後，跟住唔將條嘢擠入去。OK， 其實我冇諗過一樣嘢，究竟男仔會唔會用手指懟落個肛門？會，咪就係放鬆咯。因為手指某程度上係幼啲啊嘛，嚇，點都有個碌屎先啦。係啦，即係事前嘅準備，等佢擴張咗少少先。咁通常睇下對方啦。或者自己要幾長的時間去放鬆，因為有時是會耐啲嘅，因為你緊張，咁你唔能夠放鬆的時候，咪會痛啊，即手指都會痛的，因為你緊張啊嘛，咁咪令到你用即好似點講啊，慢慢令你慢慢適應，慢慢適應，咁真係會由手指尾開始噶嘛，如果用指套嘅話，咪好煩咯。笠曬先咯，係啦，要戴曬先咯，咁你要慢慢嚟，可能去到即係睇 A V， 唔係睇 G V， 又唔係 A V， 睇 G V 嘅時候你都會見啦，開頭一隻手指嘅啫，可能跟住兩隻手指噶啦嘛，咁有啲太過分嗰啲咧，嗰啲係變拳交噶啦嘛，係啦，即係香港我知道外國真係成日都有拳交呢樣嘢噶嘛，咁唔通你拳交又要笠埋個，我諗要戴勞工手套喎，唔係勞工手套，即係嗰啲咧洗碗嗰啲。痛啊！因為我冇自己冇呢樣嘢，即係唔係我有，我唔得，都冇咁大嘅範圍，冇撕咩大佬？成隻手，但我睇嗰啲豬真，哇！點解可以擠成隻手，佢甚至係兩隻手啊嗰啲。佢係已經裂開咗啦，係嘛？我就係覺得好匪夷所思啦。跟住咁，你擠咗入去咁鬆，跟住咧咁嗱，我嘅形容就係你已經鬆咗噶啦嘛，嗰個位。咁但係係咪你再擠翻條嘢入去？真係咁坑咧！你明唔明我講咩啊？其實真係得個痛字咯，我覺得。嗱，你擠咗佢隻手已經係咁痛，跟住你擠翻條嘢入去嘅時候，就變相係冇感覺。細咗咯，係咯。但係佢好 high 噃。所以係 G V 同 A V 好多都係演技嚟嘅。不過我真係唔知啊，咁睇啊，咁樣睇啦。但係指交有冇咩動作冇嘅，都係咁嘅啫。
因為加藤鷹咁樣咯。唔係，其實咧就我覺得好睇人啫，即係講真啦，其實女嘅性行為當中咧，就唔係真係次次都會手指進入嘅，真心嘅，因為好多時其實都係玩陰蒂嘅啫，所謂捽，係啦，真係未必。是啊，出掉喂，我認得好，是的，好斯文的，即是未必次次 都會進入的，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很有趣，即是不是，可能尤其是女同志，未必個個 lesbian 都是很享受你進入的感覺，即是跟男仔和女仔不同的，很多時候直男很喜歡問我們 lesbian 究竟你們是怎麼搞事的，跟住我就覺得，你不要那麼 naive 好不好，即是搞事那件事不是那個重點，不是在你進入那個位置，因為女仔的陰道是沒有感覺的嘛，感覺有感覺的，都有 G 點陰蒂，哦，是是是是是啦，即未必個個一定是需要進入，是啦，即可能譬如那一次你的伴侶純粹想要陰蒂高潮，就未必想要陰道高潮的嘛，所以就其實真的不是次次都會進入的，但是所以其實做愛是講那個過程，不是你進入你的陰莖進入去個陰蒂嗰個嗰下動作，所以同時間亦都一樣嘅，好多人會問，即係直人咧會問翻男搞嘢咧，即係佢哋個認知，尤其是如果直男問咧，就是一定要進入人啊嘛，咁邊個進入邊個？其實有時唔一定喎，就算好多 man 把自己都會誤解咗嘅，你零仔就一定要俾人入嘅啦咩？其實大家很多時候分點樣分一零就是俾人入就係零，入人就是一。因為有時零仔不一定俾人入㗎，即係或者佢唔係要入人㗎，或者佢只是好像你哋頭先所講咁樣愛撫啊，或者淨係我諗咩愛撫？愛撫。愛撫老公的爸爸，甚至乎互相手交嗰種，手交係互相打飛機，係其實都是一個做愛的表現嚟噶嘛，係啊，甚至乎親吻對方已經是可能很足夠，因為咧我有時都不一定話係講到好似成日都要俾人做，梗唔係啦，大佬好攰。但有時咧，哦，兩個攬住咁摩擦，其實已經好舒服噶咯，都係一個高潮嘅感覺嚟噶嘛，所以呢個我覺得好怪，因為直人一般就係咁噶啦，就係咁，佢哋就係進入噶啦，係啦。你諗下一對男女唔就進入，佢哋會玩咩啊？唔會玩。我唔信有其他嘢玩，係咪先？我唔信佢會磨大髀。所以呢個係即係直人搞嘢同我哋 les 同埋 gay 搞嘢係有啲分別嘅，大家可以去認識一下呢方面嘅嘢咯。係啊，除咗接吻係一樣之外咧，其他好多唔係㗎。我覺得接吻嚟講咧，可以好多花款噶，倒立咁接吻，係啊，反轉再反轉啊！講到接吻呢樣嘢咧，我又覺得差唔多，即係大同小異嘅啫。我都係嘅，但係感覺上可以唔同嘅。因為咧，不過有啲我唔知啊。當你愛嗰人或者同你做緊嗰陣時咧，但如果你講 one night stand 嗰啲梗唔計啦。但如果你伴侶咧，即係譬如佢舐完你下面，跟住佢爬翻上嚟想錫你。我覺得咧呢個，但係如果當其時嗰個係自己伴侶咧，我覺得冇乜嘢啊，咪錫咯。係啊，即係如果你愛佢，其實你唔會介意佢啲。系啦，但系一攞出嚟講嘅時候，你就覺得咦，係毛管動。我自己頭先講一講講嗰時候，我自己都有啲抽一抽毛管動。係嘅，但我就唔信，你即係佢同你口交完之後，你唔會錫佢咯。唔係咯，我唔信你直女含完條仔之後，你錫佢，佢會驚咯。嚇，係啊，係咪先？我唔信。好啦，呢一節時間差唔多啦，下一次翻嚟繼續啦。